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成就生活极致，创造无限可能。 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标新立异，尽在凯擘。台的新闻，今日报道，乡亲你好，我是小文，欢迎你收看新历六月二十，旧历五月二十三，礼拜五，大中华新闻。咱先来提醒乡亲，今仔日三十秒新闻重点。关林镇一名妇女人摔落四百抗丁山步道，救援人员利用索仔垂钓的方式，加上热心民众斗三工，才把人救起来，好佳哉，妇女人无性命危险。新港泉州市原本是社区整体营造的指标性社区，不过注定有树啊，这个景点因为长期欠管理，砖瓦壁随时有可能会崩落来。大和平地区一级场所因为万火时阵拄到大雨，搁透北风，结局真无理想，真侪拢变作空壳，初步估计至少损失两三成，农民是要哭无目屎。好，这新闻首先，咱来关心一名六十外岁妇人哦，二十号早起到园林镇四百坎的登山步道来爬山，无小心是去摔落去五十公尺深的山坎，好佳哉拄好有山友经过，听到有人咧喊救命，才赶紧报警。不过因为这个所在实在是真惊，救援人员用索仔垂钓的方式将人救起来，佮有真侪热心的民众嘛伫边啊来斗三工，才把人救起来。可以了吗？爬山运动看风景，却无小心跌落五十公尺深的山谷。消防人员又着索啊，放落山谷，深觉看无底，山嘛安安固定，绑伫个在树顶。快快快，我再看一下。啊，来来上，一二来上，我上我上，来直接上，上不要了，好了。这名六十多岁妇人人早起来到园林四百坎登山步道爬山，无小心跌落山谷，好佳哉当时有山友经过，听到喊救人的声音。爬山吼，啊，阮为只过，啊，就是听到足细声，敢若猫仔咧吼安尼，啊，阮就家听较真的，结果是人咧喊救人。嗯。啊，阮来敲电话叫派出所，搁110来，安尼。伊有甲我讲，因先生的电话号码，叫阮敲电话先生。啊，阮甲敲，伊就来，因先生就来啦。就因为山壁受过惊，救援人员是开了真侪心力，才用索仔偷偷甲人救起来。也搁有袂少在热心的民众，嘛伫咧边啊斗三工。垂降到山谷救人，这个山谷它的深度大概50公尺。它的坡度 A 九十度，所以在整个抢救上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的救助同仁还是克服万难，把人顺利救上来。大概深大概有70米的高度哦，那我们绳子下降到大概到50米的地方就停止了。那我们再徒步下去，然后带着我们的救助和固定器材，那大概再走一个斜坡下去，大概约20公尺。那然后用 SKD 将它做固定之后，我们先徒手将它拉到脱掉点。那再做一个脱掉动作，那因为是整个垂直峭壁，那我们做一个垂直的吊挂。好佳哉，妇人人跌落山谷的时阵，卡在树啊当中，意识清楚，上病院了后无性命危险。大中华新闻林桂英、袁林采访报道。另外来看，这个新港泉州社区，曾经是这社区整体营造的指标性社区。不过后来因为无人经营，就荒废了。其中这个厝顶有树仔的景点，因为年久失修，这个砖瓦壁嘛已经搬起，有搬起的危险，对出入的民众是真危险。关议员希望讲会当主导这社区营造的文化局来出面处理。不过文化局是表示会协调着地主甲社区来圆满解决。新港泉州社区曾经是社区总体营造的指标，但是后来无人继续经营，真侪地点拢荒废。原本即位乌上树、树上乌的景点，嘛因为年久失修、欠维护，已经起起随时有崩起的危险。这条路拢无法去买虾米货，这去买乌多麦嘛人咧过啊，
啊，囡仔目睭佚佗。啊，囡仔定定你按只过迄路啊。囡仔你大人啦，啊，唔知啦，按只过啦，倒落来嘛是合着，各方都安全问题啊。关于阮罗清美来关心，认为当初协助社区营造的文化局爱负起责任，帮居民妥善解决，来维护村民的出入安全。文化局依照有咧做这社区总体营造，爱负起责任，把这些物件，那危险的所在，看要安怎家己整理，要安怎家己整修吼，让咱这住伫这的民众吼，可以安全吼。啊，无安这倒一天也倒来吼，去跌着人吼，真正足危险，唔知虾米人要负责任吼。文化局长表示，社区营造政府是协助的角色，也是要当初的社区团队和地主出面解决才对，文化局也来协调。它是算是私人的产业，如果出租的同意，可能也无法度凊彩去处理。那这部分我想，我会跟农业处，和我们的文化局，我们那个艺文推广这边，我们会派人去跟这个原地找看卖，原地这个处租看找有，啊，跟社区原地做社区营造这个社区，大家过来协调一下，是不是讲处租若同意，啊，我们再来协调看农业处啊这边有法度派人去把这个树啊做一个处理无？危险的树面是地主私人财产，不过在位置空岛边，又搁进入风台期，那是真正放落来伤及无辜，恐惊到未富咯。是你的风光景点变成危险地点，实在让人万分感慨。大中华新闻淡水新港采访报道。农业消息。大河尾地区以及稻作本来伫后个月就要来收割了，不过因为今年这稻啊伫咧忙火时阵，拄好是拄到大雨，搁透北风，这结实的情形是真无理想。亲像伫咧新港海边的这农田哦，就出现着这稻啊打起的情形，而且真多拢是无结实的空壳，这农民预估损失大约有两三成。大河尾地区以及稻作大约后个月就要开始收割，但是因为水稻忙花的时阵，大河拄到连续大雨，大雨过后过几落天拢是透北风，水稻被风雨拍来拍去，损失已经慢慢出现。风头的新港更加出现严重的损失，原本应该是结穗饱满的稻田，是出现一簇一簇重的现象，结穗的情形拢无理想。稻啊，一出啦，稻出穗也忙花啊。啊，万花即摆伊迄雨来，你压地会拍，翻拍，啊，佮透风，迄几啊透北风，透几下日北风啊，北风上正侪讲，上正袂入米啊，啊，上歹，即当挂无，即当挂无哦。农民表示，原本一期稻作收成较好，今年因为拄着怪天气作乱，注定爱失收，会减少有两三成。哎，这嘛米过了无好呀，这天气的关系啦。你都迄阵落雨都太多咧，徛个乡个有湿心的啦。嘿，嘿啊。啊，看有遐嘛拢打起安尼吼。嘿啊，湿心啊，伊个空会打去啊，打去都袂出水啊。哦。迄出水起来真憋水去啦。今年这咱这啊可能失收。嗯。嘿啊。啊，差不多迄减偌济。吸收都快减团两三成啦。农民社会就是在讨论水稻成长歹的情形，真无简单落重本。即马看起来，拢要有吸收的心理准备，未来对其他计数的波动影响嘛，需要密切的观察。多种新闻，淡水新港采访报道。中州科技大学这几年持续来推广身心障碍生的这体能挑战。过船啊，爬山、骑梯马，要予这新众生挑战家己的极限。广告以后来看这学生的无限潜能。彰化县政府头路宝贝啊，来啊！马上就业，幸福加倍。
每周四锁定凯擘大宽屏 LI 时尚生活频道 Channel 206，收看纽约经济激战录，看三大房仲经纪人纵横纽约房地产市场，并用遥控器回答问题，就有机会获得 iPad mini。快播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阳光城市社区晒幸福，2014彰化县政府办理家暴防治宣导活动，6月29号星期天上午9点，欢迎全家一起来参加。小资企业向前冲，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记下追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透过专线711-9440，711-9440。如果您想要聘雇外劳，必须要向劳动部提出申请，所以聘雇外国人之前，请记得三步骤：加、检、看，要加入劳健保，检验证件，看清相片。合法聘雇是王道。外劳咨询没烦恼。咱即马收看的是《凯擘大中华新闻》，我是林小文。明仔是拜六，嘛是旧历5月24。根据在通书记载，明仔在位伫咧正南平，考试是下晡的1点到3点，适合着祭祀。另外，阁有啥物禁忌提醒，做回来关心。新闻继续来关心这本教的消息。天生五才必有用，就算是身心障碍学生，也能完成无可能的任务。中州科技大学20号举办新众生新三体出发前的这授旗的仪式，14位身心障碍学生将会进行4天3夜的体能挑战，各自独立来完成这泛舟、爬山、骑梯马，每一项都是挑战各自的极限。大声宣誓挑战新三体的目标。一用真鼓励新众生走出校外，中州科技大学20号举办2014年新众生新三体活动的授旗典礼，赠送着登山杖、独木舟桨、梯马，予勇于挑战自我的新众学生。我们每年都有举办这种户外的活动，那最主要在训练他们的整个。走出去，还有他的精神力、跟意志力、跟体力的培训，让他能够像一个正常人一样，这是我们最主要的宗旨。这回4天3夜新三体挑战活动，第一天到清水断崖划独木舟，第二天攀走花莲的台东大礼步道，最后两天是要骑梯马穿越到花东纵谷，总共177公里的路程。连一般人拢感觉真困难的行程，对这新众生来讲，更加是体力甲心灵上的一大挑战。像我们身障团体，其实很多身障团体可以就是传达出去说，哎，我们虽然有残缺，但是我们有这样的毅力和坚持，也是能够做下去，这些都是能够去克服的。赞助厂商同时嘛是彰化县救国团主委的陈坤，嘛亲身来到现场为这新众生打气。这样的一个团队，有我们的师长带着全程参与，也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更互相有包容心，互相有革命情感，然后会更有同理心。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具代表性的活动。因着往年挑战的精神，中州科大2014年新三体活动，不只是挑战新众生自我的极限，更加让每一个人都更加勇敢来面对生命中的种种课题。大众新闻卢富林、吴秀文、王林采访报道。
挑战自我称量的，也有一位建国科技大学资管系的毕业生李清燕。已经50岁的李清燕，伫咧三年前转学到建国来读日间部的资管系。那这学业的成绩是非常的优秀，而且佫非常的热心服务。三年来佫摕到11张的专业证照。我到老学到老，是所有师生的学习典范。建国科技大学资管系日间部毕业生李清燕，三年前插班转学来读建国，认真学习，唔但完成学业，嘛陆续摕到11张专业证照。伊讲，虽然50岁了，但是嘛是无放弃学习，认为无加细靠山，更加应该爱努力充实技能。唔但无感觉上课真辛苦，但倒是学了真快乐。因为我觉得我也没有人照啊，所以我就想说，既然没人照，就要考证照啊。而且我想计划要出国去的话，有了证照是我的加分，对我来讲是一个加分的效果。我有那个网络程式设计、物件导向，好，还有那个企业助理规划师 IC3， 很多，11张。我觉得学习很快乐啊，学习让人不会老啊。科学组织马金学乐李清燕积极的学习态度，是真侪抱怨摕22K 少年人真好的学习典范。他在我们这边的三年，跟着我们师长学习，我认为他的学习动力很好，而且学习的态度非常好，也获得很多证照哈。那事实上足以是给我们现在的年轻学子的一个典范。那事实上我们常常在讲说，大学毕业生是22K， 可是不尽然。我们有同学他就很认真，甚至呢大四下。按照我们的一个实习的规划到企业去实习，人家现在也找到工作，而且将近30K。这场工作面临高度竞争，愈来愈多社会人士感受到中华校园充电学习的重要。李清燕真无简单，选择读一般生的课程，唔那读出兴趣，更加结合到日本读硕士的志愿，好学的精神嘛，予人非常钦佩。大中华新闻淡水中华采访报道。新奇的魔术除了增加活动的趣味性以外，这千变万化的技术都嘛，让人感觉真奥妙。第二大学魔术气球社来举办成果发表会，十二位学生轮番上阵，咱来看这学生准备施展什么款的魔法。我伫咧笼仔内面的蜂鸟，轰一声飞起出现，鸟啊竟然无去变成一束旗花。还有红色的开始在那魔术师的手中喊来喊去，一变过来变成一条红色的手巾啊。魔术气球社社长杨杰威说，虽然每一个人在台上演出的时间只有5分钟左右，但是每一个人都开了半年一年的时间来准备，带领大家进入魔术的奇幻世界。算是蛮正大的，慎重隆重的一次表演。这一次呢，加上嘉宾，总共有14位社员上台表演，其实算很非常非常多。那这一次的特色呢，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表演者啊，几乎都有他表演的一段话，就是它里面是有故事、有剧情的，是有经过设计的。企业管理学系四年的单调安也来表演召唤术，除了让铁环飘在空中以外，也运用荧光颜料，让表演的视觉效果是变加真心比魔法。大中华新闻林桂英台川采访报道。这么热的天气哦，这饮料店、冰店生意是好甲强强滚。广告以后，大中华新闻带乡亲来去品尝这清凉芳甜的酸芽冰。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凯擘大宽频200枚光纤上网抢先上市，只要999，再享6大免费优惠，快拨0809-009-658，台湾大宽频同步优惠中。爱心手链保护长者安心返家，行动沐浴车提供完善的卫生服务，托育资源中心结合多项资源，给幼儿最好的学习环境。多一点点用心，让彰化更温馨。
大川乡的葡萄搁上市啊！大川乡的葡萄上早熟，大川乡的葡萄农经验上丰富、上专业，种出来的葡萄果粒大、色最水、肉一 Q。欢迎大家来大川乡办葡萄、吃葡萄，大川乡葡萄赞！欢迎继续收看大中华新闻，我是谢文。新闻来关心这相关信息。中华市立图书馆甲妇女学院即马登咧展出这妇女学院的成果展，亲像这手工皂甲蝶谷巴特食品，拢真展现着高水准。欢迎民众把握时间来参观。彰化市立图书馆的学习课程一直保持非常旺盛的经营活力，针对妇女开办的各项课程参与情况非常踊跃，和真侪妇女朋友得到重新学习的机会，更加发挥潜力加成长。市立图书馆妇女学院成果展即马嘛当伫咧市立图书馆甲华阳停车场的妇女学院展出，非常精彩。这个展览真特别，是集合2000人。的努力所来完成的，这2000人当中，就是阮妇女班的学员呐，而且学员成果展，哦，这学员成果展里头，哦，样式很多，在迄个妇女学院那边，吼，拢展览画画，啊，伫图书馆这边，吼，就是做一寡手工创意的，像春啊花啦，还有创意木器啦，啊，婚礼小物啦，啊，蝶谷巴特啦，真济吼，这个学生的手工艺。或人家哈用瓶子啊来在学习，学习这样的成果的展现哦，欢迎咱亲朋好友会当做来参观，啊，咱祝福大家日日春、年年富、健康够财富。市立图书馆新一期的课程和暑假冬季非常丰富，陆续开始报名，有兴趣的市民和小朋友都可以参考适合的课程，把握学习机会。妇女学院成果展展出到6月30日，有兴趣的民众也请把握参观的时间。大中华新闻淡水中华采访报道。继续来看荷花，以前上过出名看荷花，就是在台南的白河或者是桃园的观音。即马乡亲唔免走到遐尼远哦，伫咧鹿港镇的南势社区，就有一个新荷花秘境。社区的这生态真化奇，每到这热天，荷花就会盛开，非常的美丽。清风一吹，荷花对咧风摆动，真美丽。有诶开甲真水，有诶则拄要盛开。云中带白色诶花蕊，伫咧青色诶荷叶陪衬之下，真高贵娇艳。天气愈来愈烧热，这规地的荷花也代表着热天来啊！这是鹿港镇南势社区的人工湿地，乡亲呐想要赏花，嘛爱把握时间，早起4点到8点，气温也未趁悬进前，荷花会全开。九点了后，天气变热，惊水气会无去，这花蕊会合起来。像观赏用的荷花，哇，开得很茂盛。啊，如果是莲藕的哈。莲藕的啦，莲藕的那一种花啊，像那个白荷，白荷那个是莲子的，它有一种叫莲藕的，是莲花有三种，我们这个是观赏用的，我们有睡莲，睡莲在那边，这一池叫荷花池，非常漂亮，粉红色的，也有白色的，这个是我们南势社区哈，非常漂亮的那一种花朵。净化池完全利用自然生态工法，经过净化池一层一层的过滤了后，这水质是变加真清阁清气。热天一到，南势社区的生态净化池开满荷花，美丽荷花嘛成为南势社区居民上佳佳意来遮佚佗休困赏花所在。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接下
这那到天气是一天比一天较热，这个时间哦，这冰店、饮料店生意是好甲强强骨。每一年这山野冰拢是民众的最爱，嘛因为生意真好，这业者下山野嘛下甲手酸。天气热冰冰，山野冰卖甲下下叫，清凉串冰顶头，淋上山野酱，搁压一层啊，这串冰，搁淋一层这山野酱，然后放满新鲜现切的山野，也酸酸甜甜的啊，很好吃啊。这个季节刚好热啊。山野大出季节报道，天气一天搁比一天热，真侪民众拢来冰店食冰，业者一天下山野数量就有六七十粒。60颗左右，它是大颗的，像像这么大颗这样，一天的量，它60颗左右。哎啊，因为夏天属于芒果盛产季节，啊，消费者都喜欢芒果，而且这个口味调配起来很好吃，而且很凉，很清凉，而且它的香气又让人家回味无穷。天气炎热，食冰是一款的享受。金黄色的山野冰淇淋，伫咧店员手中快速坐一个过一个，连便利商店卖这冰淇淋生意嘛真好。今天吃这个冰淇淋啊，非常的凉快消暑，而且啊，这芒果冰淇淋吃下去之后呢，香味四溢，那浓浓的芒果香就从嘴巴里面散发出来。不管是山野串冰，也是山野冰淇淋，各有各的特色。面对炎热的天气，民众出门除了爱防晒以外，食冰也是袂歹选择。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陆港采访报道。新闻再来关心气象报告，根据这个卫星温度显示，台湾顶头这个云量是偏少，全台湾都是好天稳定的天气，加上持续受到这个西南风带来湿暖空气的影响，各地高温都会来到32至34度，这感觉上是较湿热。不过因为这午后对流旺盛，中昼过了后较容易会出现到雷阵雨，也提醒民众出门的时阵，除了注意防晒、补充水分以外，也会记得扎着雨裤来备用。明仔咱中华地区气温是26度到33度，落雨几率30%，继续来关心其他地区温度计测。就是今天6月20日礼拜五大中华新闻，感谢您的收看，也祝乡亲一切平安顺心，祝大家节日愉快，我是吴秀文，咱再会。黄金代偿丸，骨质疏松、钙质流失，腰胛骨生硬无力，骨头酸软，双脚又无力。黄金代偿丸，让你背酸软痛，一走搁会跳。要吃啥？黄金代偿丸就对了。哦，就
头顾好栽，唔惊树尾做风台。红军大勇员有效。阿哥阿嫂，为何啊心操烦？阿杜未输未损失，努力啰嗦的镜头对调调。红心加味菇嫂丸，补血、调血又养血。菇菇嫂嫂解心烦，勇气够运气，调血保青春。以情到心来照顾咱查某人。红心加味菇嫂丸。钙质流失，骨质疏松，关节退化，腰酸背痛，脚手无力。顺中药较好，无副作用。强筋固骨头，让你脚有力哦。红心大雄丸，红心大雄丸。